那么三千字吗？他这么厉害，他会写三千字？Thank you.
坐一起哈、啊，那个你们还可以前面一点，是不是有人去搬东西？还是什么？不知道。啊，那今晚你们要坐一起，你们因为只有一张，你们的编组主任、你们裁判主任只有一张，所以你一定要跟其他同学谈好。
欠牌头哦。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就即将我们今天这一场的辩论赛。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辩论赛题目是“我国代理育母婴合法化”。那我们今天的赛制呢，一样是采奥瑞冈3334，也就是申论、质询、答辩各3分钟。那我以下会说明一下，等一下按铃的时间，在2分30秒的时候会按铃一响，请示范；在3分的时候呢会按铃一响，请示范；在3分28、29、30各按铃一响，请示范。OK， 好，那我接着介绍我们今天的裁判，在我左手边呢是我们思辨社的社长舒婷。是我们的黄台珠老师，在我右手边的是赵大卫老师。那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出赛的队伍，正方是由 C 组代表，那 C 组是在我的左手边。好，那 C 组的，我们先请两边的那个辩士先上台，好吗？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正方一辩的是张乔瑜同学，二辩是许俊元同学，三辩是郭勇同学，结辩是柯祖林同学。紧接着是反方的队伍，是由 A 组代表，那 A 组的一辩是许明阳同学，那二辩是张嘉华同学，三辩是赖云仁同学，结辩呢则是李念云同学。那现在先请双方结辩到台前来，我们要抽结辩签。等一下如果抽到有打勾标记的是先行作结，那请双方结辩到台前来抽签。那是 C 组的同学抽到有打勾签，所以我们等一下请正方先行作结。那请问一下，双方有没有道具要展示的？好，那看来双方是没有道具要展示。好，那如果比赛中间如果有任何的抗议事项，请在比赛结束后5分钟写抗议单，然后提交到助教这边来。OK。好，那我们比赛之间呢，切绝任何的掌声。那手机请各位转成震动或是关机。那比赛将在3分钟后按铃响开始。
好，我们辩论赛正式开始。首先，先请正一上台申论。
有世界上有三十几个国家都在代理鹦鹉上面是有规范的，而成功合法的只有几个国家，譬如说是美国还有英国，他们都是经过很深入的讨论，而且他们拥有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在生物技术上的那种成熟。带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在这个科技上又不是最进步，为什么我们要在刚才说的都是西方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就在亚洲里面我们要穿一个先河去发展呢？而且有很多例子都知道，芬兰有一个研究做过，就是有每17个代理鹦鹉里面就有3到4个在之后会产生那个忧虑的症，那个产后忧郁症，证明代理鹦鹉是有它的危险，就是代理过程中是有危险的。而且未成熟的生殖科技也会对女性的身体带来许多的痛苦还有风险，例如说在过程之后那个代理鹦鹉有可能会不孕，或者它的它的子宫可能会被切除。而最重要的是代理鹦鹉它之后要在过程中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所怀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别人的儿子，当中所产生的感情和反方说的根本就没有伦理那个关系，我觉得这是违反的，绝对是有伦理的关系。如果那个孩子他生出来之后他要到底怎样跟他生他的那个人脱离关系呢？还有反方说过现在总共可能有很多人要需要代理鹦鹉这种服务，他说有1000多个人，1000多人算是很多吗？而且他们想要孩子的欲望大部分都是因为要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是一种父权，很久以前一种父权的主义，而在现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下那还要强逼一个女性要去为他生孩子吗？那这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还有我们要问的问题，共反方问题是你如何解决在整个过程中胎儿不会请停止咨询。请双方回座，现在请反方一辩上台申论。这边是要，主要是要反对说，有关伦理部分还有健康部分。第一点，如果是运用这个代理鹦鹉的技术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违反了一般的那个母性的尊严？妈妈是不是应该要，经过怀胎10月的辛苦，才叫做妈妈？那再来第二点，这样会不会让子宫跟精子卵子变得工具化？就是人家。变成说，你有钱哦，你就有权利，花钱请别人来帮你生小孩。再来第三点，亲情的关系，亲情的话，如果你在怀胎10月的过程中，已经跟你肚子里面的宝宝产生感情了，那。在对方要求你交出这个小孩的时候，你如果不愿意交出这个小孩，那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更周全的那个法律来规范这样子的一个条约？好，再来第四点就是，如果你这个小孩最后真的成功了回到你爸妈的手上，回到原来提供你精子卵子的爸妈手上的话，那是不是将来有义务要保密，让他不知道他原本生产他下来的妈妈是谁？对，那如果保密的话，假设说我们现在代理鹦鹉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你的精子卵子是由你原本想要生小孩的爸爸妈妈提供的，那另外一种是直接借由代理鹦鹉本身的卵子来怀胎生这个小孩。那如果将来保密，他不知道。然后如果这个代理鹦鹉也用他自己的卵子
然后跟其他脏腑的精子结合之后生出这个小孩，那以后是不是会有乱伦的疑虑？好，再来第五点，如果借由这个代理孕母的方式生出小孩的话，如果小孩将来有缺陷，比如说哦少一只手、少一个眼睛、少一个耳朵，那这个责任归属该是谁？应该是代理孕母还是原本提供精子卵子的爸爸？接下来我要就技术方面来申论。第一点就是现在以台湾的技术而言，我们的成功率只有25%-45%，也就是说呢，你每植入三个受精卵胚胎，那只能得到其中一个是成功的。再来第二点，因为现在技术不够成熟，所以你一次必须要植入多个胚胎。那如果植入多个胚胎的话，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里面的那个胎儿会互相竞争，那就会产生死胎或者是畸形这类问题。再来第三点，请示反方一辩停止申论，暂停，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乱伦的关系，你觉得只是生理上的？那假设说你是自然的方式跟对方的小孩谈恋爱，那请问一下，你要这样子剥夺他们谈恋爱的权利？所以他们才要生小孩，对吧？他们可以谈恋爱，可是没办法生小孩。他们当然可以谈恋爱啊，为什么不行？你也可以选择跟你的姐姐谈恋爱，当然可以啊。对啊，为什么你们有血脉就不能谈恋爱？你的论述有问题，然后还有你说成功几率不低，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成功几率不高，对，不高。那我方的资料是试管婴儿目前是50%，以试管婴儿技术的话，如果仪器没有突破是50%。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代理，是的，没错，是不是试管婴儿植入的身体不一样，是对，目前。然后，所以你认为因为成功几率不高，所以我们不应该推行这项技术？并不单单只有这一点，我刚讲不只有这一点。不只有这一点。是。OK，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不孕症的人，他们两个生出小孩的几率是多少？不孕症的夫妻。不孕症分很多种。分很多种，是的。像我方资料显示，不孕症像罗伯逊异位，然后糖尿病，还有我最喜欢的精液过敏。那你认为不孕症他们生出小孩几率多少？这个我没有办法提出零。零，很明显的，不孕症嘛。那代理孕母，但是不孕症也分成很多种类型，有些是暂时的不孕症，有些是永久的，所以你并不能说哦，你一个不孕症。好，那对不起，好，我现在限制清楚，我讲的是永久的不孕症。永久不孕症那当然是零。那当然是零啊。那么再说一次，请问一下，代理孕母成功几率是多少？33%。你觉得哪个比较高？好，请反方停止质询。现在请正方二辩上台申论。
大家好，我是郑邦文天，我是在带领鹦鹉应该怎么办？我将提出几点计划来支撑阵营的理论。第一，在很多人对于身体健全却要进行带领鹦鹉手术的委托部有所诟病，而带领鹦鹉问世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担心身体有缺陷或者因为后天意外导致不能生产的委托夫妇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立法来规定哪些人适合且有需要进行代理孕母的手术，而哪些人适合。第二，我们可以加强对代理孕母，也就是受孕人的筛选标准，像是五等星以内的筛的受孕人不能进行代理孕母的手术，这样可以杜绝伦理上的关系，且我们可以规定代理人委托夫妇之间不能有任何债务上的关系，这样子可以避免因为经济上的因素而违背受孕人结与委托夫妇的意愿。第三，在进行手术之前，可以强制委托夫妇跟受孕人进行心理辅导，必须经过医生评估是否适合进行代理孕母手术后，才能进行手术。第四，以上几点都可以借由契约的方式来订定。以上就是我的论点，谢谢。好，现在请反方三辩上台质询。喂，好，先生，各位比赛好，然后对方辩好。然后你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生出这些小孩，所以他们应该用代理。对。好，那为什么不能领养？领养也是一种取得小孩的方式啊。但有些就是。而且领养是已经合法的，不用再另外立法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有些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亲生小孩。好，那第二点，你刚刚说的就是不会有伦理关系，因为你已经排除了不能亲内的人。对。但是问题在于，协同和亲人有关系吗？现在大家会避免说会有那个近亲交配的原因，就是因为担心说家族里面的隐性遗传疾病，因为近亲交配的关系变成血亲。对。对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重点就是在于不是说五等亲以内不能代替你怀孕，而是你的 DNA 本身的问题嘛。对。对啊，那你的 DNA 交给好了，就是交给你跟你前面三百代都没有关系的人怀孕生下来的小孩子也有你的 DNA 嘛。对啊，那如果你自己的 DNA 和如果你用的是他们的卵子。对不对？像我们这种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对方的卵子的话，会出现近亲伦理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卵子，就是我的夫妇用自己的精子跟卵子，然后代孕人只是帮他生出来。那现在我们重点就是在于说，如果用的是对方的卵子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立法规定对方的卵子，如果自己都没有卵子，那就算了。哦，原来就算了。你们刚刚不是才说因为不孕的关系，所以你们才要强调说，因为他们不孕，所以说才要让他们可以代孕。怎么现在你们又突然间说，既然他们没有卵子就算了，这样不是很没道理吗？好，来第三点，你刚刚说了嘛，就是他们会在事前先经过心理评估，就说你可以，你不行，就是这样，对吧？那我问你们，十个月算不算是很长的时间？不算太长。十个月，我们现在的当兵也才十个月，有人在两个月就被兵变，十个月不算长，心理状态十个月可以有很大的改变。更尤其，如果当你体内有另一个生命在你体内的话，你难道十个月之内你有可能会对你体内的生命产生感情，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可以在怀孕期间进行介绍辅导。那如果怀孕期间突然就发现说啊，糟糕，他对胎儿有感情了，他不行，难道我们要把胎儿挖出来放到另一个母体里面吗？好了，那现在最后一个，你刚刚说可以用契约的关系来杜绝这种状况，对吧？那我问你一下，怀胎十月和契约哪个比较效力比较强？你妈妈怀胎十月生下你，你可以因为一纸契约就把你卖掉吗？好了，就算你刚刚说无偿好了，难道可以因为一纸契约关系你就会送给别人吗？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讲。如果对方辩友没有办法回应的话，那我的咨询到此结束。好，谢谢双方。现在请反方二辩上台申论。
现在就想说一说，我刚才一开始是说过在技术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在怀孕的过大龄母，在怀孕的过程中，我刚才少说一些例子，就是他有可能那个胎儿会在子宫外孕，不育变成植物人，死亡不死，胎死腹中，早产或是生下不健康的婴儿。那怎么样叫规管他生出来这个孩子之后，他的父母如果对此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孩子该怎么办呢？这个孩子他从一个精子跟卵子结合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生命，如果要经过3至4次的植入那个代孕母的体内才会成功的话，那有尊重过那个胎儿的生命吗？那胎儿的生命已经被剥夺了，然后这样是很不合理的事情。而且代孕母在那10个月之中，她的情绪的变化有可能很大。我刚才说过，她会患上，有可能会患上产后忧郁，而且她跟她的胎儿产生了感情之后，要把他们分隔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些事是连医生里面那些护士什么什么的都很难在旁边给予一些支持。如果合法化之后，你要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签约，从合约的形式去进行这件事，那生一个孩子到底要给多少钱？你说过那十个月那你要给多少钱？而且就是如果牵系到如果有关金钱的事，那生孩子会不会沦为一种商业的用途？现在这可以享用这种技术的人又有多少？代理孕母这种是非技术非常高，而且就是要花的费用也不少。你这个技术可以运用到所有的阶层的人都可以受惠吗？那会不会只会变成有钱人的工具？有钱人的他不想生孩子之后或者不孕的话，那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比较草民的阶段阶层的人就不可以收费，那会不会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我的身份到此为止，谢谢。现在请正方一辩上台质询反方二辩。3到4对的代理孕母的孕妇会患上产后忧郁症，是比正常的数字还要高。那比正常的数字还要高的话，那是不是说代理孕母的那个医危险会比较高？还有你之前刚才说过的是那个我忘了，你不断在问我问题啊，主要是我要问你哈，假如说你这个人有一个人，他得了癌症，他很严重，他需要一大笔钱，然后去做手术，割除肿瘤，然后化疗之类的。那你觉得他应不应该接受这个治疗？他没有钱。他没有钱，然后要做一个非常昂贵的手术。Yes。那可以，他可以寻找很多的渠道。如果真的他没有钱而要去做这个手术，就要看身边的人。现在很多民间的组织啊，那看那些组织会不会有人会捐钱给他去做，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个社会
曝光到的事，这是比较困难去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眼下看得到有些被赞助，可是有一些是真的没办法而死去的。啊，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啊，因为你没有钱，然后你找到代理孕母，这是很正常的事，这不是说有钱人就为所欲为，这是说你有这个需求，可是你当然也要有这个钱啊。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有你可以提出一下那个产后忧郁症的比率吗？再说一次。2:1，那比正常的要高一倍。还有流产那些。流产。对，流产跟正常的是一样的吗？流产的资料我没有，你可以提供吗？我想要问你怎么样？我没有。因为产后应该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子宫外孕是，代理孕母会发生的事情吗？有可能会发生。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发生子宫外孕，每一个人。然后技术健康，台湾，现在技术是真的在亚洲算是不错，因为我刚才提出有一些国家是新加坡、香港都是已经推行的，然后你刚才说台湾，他们亚洲没有，亚洲是先锋还是什么？因为没有，香港有了，他没有新加坡也有，有是无偿。谢谢。请正方辩停止质询，现在请正方三辩上台申论。第二点，
代理孕母，你刚刚说了好几点都是夸赞他。那请问一下，代理孕母原本的习惯，他如果原本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那你都不知道，你事先都没有调查清楚他的习惯，那接下来你要 要求他帮你关待十个月，那难道你要天天跟他关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吗？那请是啊。我这边讲的就是说呢，你对你，他如果告诉你说哦，他的生活是多好多好，或者原本的生活没有所谓的恶习，那但是你心里面当然有所谓的疑虑，那你如何克服这些疑虑？对啊，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更应该成立法律，然后去保障这一块吗？你不觉得这一块我们应该用法律去保障他吗？你看，因为假如是在我们私底下没有法律保障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认为你刚刚的。不好意思，我觉得你偏离我要问你的问题。那你就算有一个法律在这边放着这边给你看，那你难道那个代理孕母看到这一条法律，哦，那他原先的作息就可以改掉？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法律去保障，像我们筛选，用法律筛选，或是内行保障。OK， 那这个问题到此结束了。再来第三个，代理孕母有可能是已经结过婚的，是。那他如果原先跟他的家庭跟他的先生有性行为，那性行为之后如果又产生新的胚胎把原本的胚胎挤掉的话，那对，这个是有根据的，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是。那请问一下解决方法是你要怎么拐？我们不觉得我们应该没有办法保障这一块吗？立法去保障这一块，保障夫妻性生活，不是，是挑选代理孕母。所以你所谓的挑选，你该如何挑选？你难道要一天到晚监视他？而且你的假设前提是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小孩是谁，但现在可以提前做到。所以我觉得，假如发现他生的小孩并不是我们一开始承诺的亲，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非常合约。请双方停止答辩，请反方上三辩上台申论。现场应该大家都对人口贩卖非常的有意见吧？首先，如果代理孕母成功的话，那他们的那个制作方式就是他们首先先取出很多颗卵子，然后全部受精，然后再从中挑选一颗放进代理孕母的母体里面。那我问一下，剩下的胚胎呢？那些都是胚胎哦，但是那些胚胎都会拿来当做备胎使用，以避免植入进去那个胎儿死掉。那我问一下啊，如果你把胎儿当成物品来使用，还特地准备好备胎，准备等它死掉之后把它拿来替代的话，那么人权在哪里？它是人吗？还是它只是个工具？还有就是，剩下的胚胎呢？他们也是胚胎了。你们不要跟我扯说他们只是个组织，他那个组织以后是人。你说那些胚胎不算是个东西，那那些胚胎其实已经是人了，他们以后会变成人。然后你把人就这样子放在那边不管，或者之后将它废弃掉，或者是把它当成备胎。那问题，如果你背后有好几个备胎，所以你去死也没问题的话，其实没有人可以忍受这一点的。接着，病变的问题，不要说什么事先做过基因筛检就不会病变，怀孕期间有很多那个意外的状况发生，身体上的病变有些会在很后面才出现，不会在你那么前面就用基因筛检可以筛检出来的。那我问你啊，如果已经产生病变了，那是要堕胎还是生下来？如果堕胎的话，那么代理孕母该怎么办？堕胎完之后马上再植入另一个来生，因为它只是个工具，或者是你要让它生下来。但是如果你生下来的话，那难道它生下来之后马上就要再让它怀上一个健康的宝宝吗？那原本那个病变的宝宝呢？他难道就不是人吗？他难道就不应该接受到母爱吗？好，接下来情感的问题，你们说什么可以把情感和工作分开？你体内有个宝宝和你血脉相连，虽然说你们可以扯说那不是你的 DNA， 但是问题是他就是在体内和你有透过那个营养管连在一起的。那问题来了，你和他连在一起十个月，妈妈和宝宝连在一起十个月，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到底是谁？
是那个给予胎儿 DNA 的人，还是让他有十个月的空间和十个月的养分，以及十个月的照顾，让他可以真的变成一个人，让他能够真的被获得生命的。还有仲雅，你们说契约可以强制，就是让那个代理孕母制度不会出问题啊？比方说妈妈就必须把小孩交给那个给他钱的人啊之类的。那我问一下，契约比怀胎十月还要更重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说一切都用合法化来保证就可以没问题了。所以说契约可以大于怀胎十月，那大家要不要顺便一起把人口贩卖合法化？因为那他也是把契约大于怀胎十月的责任啊。那你们可以说啊，你们可以说，那不是钱，那我没有花到钱。那重点来了，人口贩卖不一定要贩卖的，我可以用转让的，就是他们想要一个宝宝，我这里多一个宝宝，我也可以让给他，这也是人口贩卖的一种啊，不一定要有钱的交换。那我问你一下，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们说契约可以带回来十元，那么人口贩卖、人口转让是不是也该合法化？好，叙述到此结束。好，现在请正方二辩上台质询。比赛在此告一段落，那三分钟后请双方作结。
时间到，先请正方上台结辩。到底哪一个
哪一个妈妈才是你真的妈妈呢？难道你有两个妈妈，一个提供卵子，一个是生产的妈妈吗？然后接着是刚刚讲到的契约的方面，契约如果刚刚说，如果你能用契约去定义怎么不会和卵子，和小孩产生感情的话，其实怀胎十个月真的有太多的变化，太多的改变。所以如果你说契约能够去规范这一方面，那人口贩卖不是也可以合法化了吗？所以我们这方是代表反对我国代理孕母合法化。谢谢。好，那今天我们比赛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先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评审来讲评。那首先我们先请赵大卫老师为我们讲评。
把这个打出来，这样的话比较正确啊，就是让你的那个申辩的时候你不会一直被挨着打啦或者什么这些啊。那个有一些像用谁的精子啦、啊、卵子啦、啊、或用谁的子宫啦、啊、或是身体上应该要经过什么这个检查，就身体上的那个代理孕母合不合适，心理上的合不合适，那法律上还有没有法律的顾问去找起来签约是怎么样，这些通通其实都是原来我们正做配套措施，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那些没有办法把它定好，所以我们才会在现在出现那些影响啊，这些让反方可以咨询的影响，包括了他身体上的代理孕母啊，家庭里面会有什么，对不对？他已经有这个他自己的先生的孩子，他为什么帮别人代理，等等，还有社会的上面的这些影响啊，这些我们可能在下星期，我们有一部影片啊。叫做代理孕母啊，其实呢，这个影片里面也有，就是你们里面看到的也有，这个是公播版，所以你们如果想看的话，它有52分钟。我们下星期，如果你想看，我下星期要放，但是呢，我也不可能全部，因为我还有上课的内容。啊，这个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就是他已经有了那个孩子，然后呢，他帮别人生，完全不是为了赚钱，他的那个是他的。那个可能他自己的孩子会看着妈妈怀孕啊什么这些摸的，那个这个影片里面都有了啊，但是还包括一堆代理孕母在一起什么讨论啊等等啊，那我想这个重很蛮对大家观念上可能会有一些冲击，有的人很想做代理孕母，但是呢他因为被这个就是顾问哈、啊、去看他的心理状态那些的时候是不合适的，所以好几次被碰到，就不同的那个中心。其实呢，这个代理孕母的问题啊，我想我下星期还再澄清好了，因为这里面很多是大家观念上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啊。我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有的同学可能三分钟太简单，这我们想那个辩论社的社长再跟我们讲好了。就是有的对他来说三分钟太短了，有的人可能太长了，等等啊，就是其实内容里面真的是可以去找到很多东西啊。好，我讲到这边好了，谢谢。那我们再请黄台珠老师为我们讲评。各位评审啊，然后各位参加辩论的同学啊，还有在场的各位同学啊，那我想赵老师会用科学这个学科里头的正确性上面跟大家做了分享啊，那等等辩论社的社长会从辩论的技巧和内容上跟大家给一些的意见，那我想我就从学习和教育的角度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学科的名称啊？我们的学科的名称就是现代生物科技与社会伦理啊。所以当我们谈到科学的时候，你会回到科学它的本质，它的特质啊。其实现在我们在说科学的特质上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的话是他的信念，也就是世界观上啊，就科学的很多的事物和现象，我们都认为就是有信心，认为它是可以解释的啊。然后第二个科学的方法啊，就是我们用探究，它是找寻证据，然后用证据来做它的推论的依据啊。可是第三个科学的特质上头，本质上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当科学的东西放到社会上去用的时候，它的复杂度就增加了很多，你就不能单单的用科学的特质或者是探究的特质去诠释它，因为它就进入了人的世界里头，它有很多社会学的问题或者人的利益的问题等等，这些的问题就会跟
复杂在我们刚刚说的单纯的科学的那个信心也好，方法也好啊。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你看每一天的报纸上所谈的议题都是属于这种把科学活用在社会当中的时候，就会发现各种的角度，然后各种的利益团体啊，然后各种的立场啊，都在里头都出来了，所以每一个公民就傻在那里。可是将来你们还是要做决定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没有让你对某些议题用各种的角度曾经思考过的时候，有一天你要去成为公民、成为家长、成为重要的社会人士的时候，你要下决定的时候，你不知如何下决定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的辩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学习机会啊！因为其他班级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用这样的科学的议题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它的复杂度的状况下去做各种层面的思考啊。那平常我们有时候读书的时候，赵老师上课的时候啊，或一般我们上课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快的就是讲述式，可是你很少去用不同的立场去比对啊，特别是最后你要做选择，你还是要做选择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后悔说你有些方向过去不知道，匆忙下的决定。所以今天的辩论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让任何一个议题他从正方可以看到怎么样的角度，从反方可以看到怎么样的角度啊。那所以在这样的论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好帮助我们做思考，还有更全面的面对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学习经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到，当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时候，那面对科学进入社会的这样的议题的时候，最后你还是要为这样的议题，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可是当你做决定的时候，最大好处就是你把每一个面向都曾经考虑过，所以当你下决定的时候，你不会后悔啊。所以我觉得要很感谢赵老师啊，把这个课申请到特别的教育部的一些的讲助，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让每一位同学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想双方你们都是很幸运啊，在这个主题上曾经深入的走过。那我相信在场的同学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听到各个角度。那我想也谢谢赵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的安排，谢谢。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接下来的评论是针对这场比赛，那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见谅。今天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拙劣的比赛，这个题目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吧，是吗？一个月前，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题目，我们也有看过之前别人是怎么比赛的了，那为什么今天的比赛它呈现的是一个双方毫无交锋，内容完全不到点，而且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如此的轻佻跟轻浮的呢？今天这是一场通识课程，而且是一场全程录影的辩论会。当你站在这个台上，你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大家的焦点都在你身上。你今天要传达的是，您方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那你们应该是要用一个很正式，而且是很谨慎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当然，大家可能没有辩论的经验，不要求大家可以能够辩才无碍，能够很讲得很头头是道，或者是滔滔不绝，但是我认为这一场课大家基本的态度应该是要拿出来的。对，那首先我们来看这整场比赛，正方一开始上来之后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纳闷，
这方你有写稿吗？没有，对不对？基本上我们说正方一辩，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台讲话的人，所以你是可以有一份完足的稿去写你的需要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执行代理孕母，那你有哪些配套措施，女方如果将代理孕母合法化之后，你们可能会如何限制代理孕母。可是我听到的是很零碎的论点，女方一开始讲了就是一个好，卫生组织的就是生儿育女是人类的基本欲望跟需求，然后你提到有很多人不孕，然后有高龄产妇的风险，然后你讲了你们的代理孕母应该是提供子宫不提供卵子，那所以你们的需要性、你们的现况跟你们的配套措施全部是刚在一起讲的，我听不出来一个层次的感觉。然后还有你们还有讲到就是可能印度合法化，可是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就匆匆结束，但是其实是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第一个上台你有稿的话，你有三分半钟的时间，你应该是可以很充分的把你们所有的东西讲出来让大家知道，然后这样子结束了之后反方二辩上来质询，其实反方二辩你不是本国人吗？对，我觉得今天练习最多的应该就是你的，对，因为你练习了很多中文，应该是收获最多的，因为你上来之后你不断的在讲您方的东西，那你没有问问题，而正方在旁边就好像是骂小孩一样乖乖站在旁边，然后听你那滔滔不绝的抛出问题，可是好像也没有要让他表示的情况，所以对，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很让我们在台下的时候就觉得该如何是好，要制止你也不是，要让你继续讲好像又怪怪的，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因为这不是第一个比赛，上面已经有比赛过一次了，那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也应该要去了解这整场比赛的赛制是怎么样子，而去做相应的训练跟呈现，所以在这个地方显然是没有充足的准备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完全没有问出什么东西。再来到了反方一辩的时候，反方一辩你是有一个完整的架构，你很清楚地告诉我你们要从伦理啊，要从科技，要从健康来讲，可是你都是用问句抛出来的，你讲的不是您方的观点，今天你是反方一辩，你应该要严正的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认为代理孕母不应合法化，懂意思吗？所以你要用很确定很肯定的态度告诉我们，因为今天卵子跟精子的问题还有子宫问题它被工具化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可能会有乱伦的疑虑，或者是可能会有怎样，那你应该要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再来有一个小小的矛盾是，正方他一开始就有告诉我们他们的代理孕母是提供子宫不提供卵子，可是后来反方一直 argue 的点就是，那如果你用了他的卵子到底怎么办嘛？对啊，会不会有乱伦的问题嘛什么的，可是因为今天正方一开始就已经有强调他们是提供子宫不提供卵子，那反方应该要跟着正方的架构去跑，而不是你们两个各说各话，这样子场面就会变得很混乱。然后再来的正三上来问问题之后，其实也没有问了很多，就是问说那乱伦的关系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嘛？那时候听到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很违背一般人的常伦啊，就说其实你要跟你姐姐谈恋爱也是可以呀，只是不能生小孩嘛。但是这跟我们一般的认知跟伦理是有所违背的，所以像是这样子的言论基本上也是能够避免就避免啦，不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对啊，那还有你问说到底是不孕症的几率比较高，还是就是代理孕母的失败率比较高，但其实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办法比较，就是你不能说哦，因为代理孕母她可以生得出小孩，不孕症不可以生出小孩，所以代理孕母比较好，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主体性。对啊，然后到了正方二辩的时候，其实正方二辩你上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听到什么东西，你就讲了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立法，
来限制这些东西。那可是你立法，你要立什么法？你要怎么立法？你要限制什么东西？这完全没有讲。可是你有三分半的时间，你却只抛出啊，这个我们可以用立法解决。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而且是有点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反过来，这样子反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你方去讨论什么事情。所以这场比赛之所以没有办法深入，是因为双方给的东西都太少了。那在给的少的情况之下，怎么去讨论呢？对啊，所以后来反方上来问的时候，其实反方上来问的时候，其实有问出几个点啊，我是觉得还 OK， 就是问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用领养的啊，那还有就是情感的那种牵扯怎么办？可是我觉得都只是轻浮的，就是打几下打几下就算了，都没有很深入的去问出一个点，就是没有追根究底的去质疑他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正恩你可能很紧张，但是你一直跟台下想要试图寻求支援，但其实是不能这样子的，就是台上跟台下还是要有一个分界。对啊，不然就让下面的人上来回答就好了，干嘛要你上来呢？那反方那边上来之后讲的东西其实也是有啦，就是在讲说也是跟代理孕母的情绪啊什么的，然后会不会把子宫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是反方很重要的打点，就是生儿育女这件事情到底是可不可以借由商业或者是借由法律来给予相关的限制的，它会不会变成一种买卖，或者是它会不会变成一种物品？这个应该是反方今天最重要的主打点才对。可是我觉得并没有很多 focus 在这上面，主要都在讲说那个妈妈跟那个小孩分离应该会很难过之类的问题。对啊，然后正三上来问的时候，其实是有问到东西啦，就是问说胚胎多久才算是有生命？其实这也是大家一直很讨论的，就是到底是8周、10周、24周？因为像美国，它就是规定24周以上不可以拿掉，可是也有人规定，可能8周以上它就已经有心跳了，那就不行，或者是有些更积极的，就是它只要成为受精卵，它就没有办法。那所以你们要如何去限定这个？这个也是可以问的，但是都没有问出来，就是他到底怎样？因为你们常都是，他就是一个生命嘛，然后都没有很深刻的去探讨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就是你说了算这样，对啊。那最后正方的时候，正方三辩跟反方三辩，其实你们比赛已经到了一个结尾了。这个时候裁判想要听到的是，你们前面这4轮申论、质询、答辩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三辩的工作应该是要给我们一个比较，比较正方跟反方的优劣点到底在哪里，正方你好在反方什么地方，那反方你要赢在正方什么地方。你们应该要告诉我们你们比较之后，裁判才有办法去相信你们所说的话，这个叫做损益比。当然这个可能很专业，可是正常的报告格式也是这样子啊。当你在写报告的时候，你前面可能啪啦啪啦啪啦好处，后面啪啦啪啦坏处，最后总是要有一个结论嘛，对不对？所以三辩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比较，可是到了三辩的时候，我还是听到你们都在各自讲各自的话。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我终于听到了场上第一个引用资料的，可是引用的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当做一个正式的资料的，就算是在写课堂报告或者是在写相关的重要的报告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对被采信。当然你这份报告虽然在讲说不孕症的比例很高啊什么的，对对对， OK 好。然后最后其实讨论的点还是跟之前一样，所以我就不再赘述。但我觉得今天很可惜的就是结辩，刚刚赵老师有讲到结辩其实结得非常好，可是其实如果我觉得你们结辩拿来一辩来用，可能还会让整场比赛更精彩一点点。对啊，所以其实同学你们今天是小组嘛，你们一组可能会有很多人，你们在挑选谁该上台比赛，谁要在什么辩位的时候，这些不是
好，我们来剪刀石头布吧。好，你赢了你就不用上台，你输了你就要来当急便。应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根据你们在这个月的准备跟讨论过程中，你们觉得谁的口语表达比较好，谁对于这个辩题的理解能力比较高，谁的操作性比较强，来决定谁该站在什么位置，懂我意思吗？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善于表达，或是不知道该怎么样临场反应，那他可以坐在台下就是当准备资料的那个人啊，他不一定要上台就是来辩论或展现你的那个口才能力。对，所以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你们以后在团队合作的时候，你们应该要知道如何可以去找到把适当的人才放在适当的位置。今天我们大家在中山大学，我们之后绝对不会是做可能大家可能会都会想要晋升到管理阶级或者是白领人才，那这些能力我相信对大家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如何去展现你自己跟如何选择最适合你的位置。对，那我今天的讲评就到这边，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不好意思，谢谢大家。那我们就谢谢舒迪跟赵老师还有黄老师为我们精彩的讲评。那现在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去到我手上。那首先呢，我先声明一下，等一下宣布成绩跟评审的顺序是没有任何的关系。首先是第一张裁判单，正方92分，反方82分，正方。第二张裁判单，正方93分，反方106分，反方胜。第三张裁判单，正方113分，反方118分，反方胜。第四张裁判单，正方104分，反方122分，反方胜。第五张裁判单，正方57分，反方75分，胜方反方。那今天的比赛结果是正方一，反方四，所以恭喜反方获胜。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边结束。那再来我们就是请赵老师为我们颁发今天的胜利奖，就是我们的反方。然后呢，我们另外也有正方跟反方的最佳辩士。正方的最佳辩士是正方三辩郭勇同学。反方的最佳辩士是反方三辩赖云仁同学。那首先我们先请赵老师为我们颁发团体的成绩反方，那请反方的同学派出一位代表受奖。最佳辩士郭勇同学。接下来我们会请舒婷给我们颁发方的最佳辩士。好，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然后我这边提醒一下 B 组跟D 组的同学，你们要在下礼拜二以前缴交这一场的辩论赛心得。OK， 那迟交的话，已经有那个讯息公布在网大，所以你们到网大看一下迟交讯息。
好，那今天比赛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请 B 组跟 D 组各派三位男同学过来到台前，谢谢。请 B、D 两组的同学各派三名男同学到台前来。
哈哈哈哈